坦白招认，肾坏掉了。彭强老师糖尿病暴瘦20公斤，有谱肾坏掉，工作松手，现在人生最快乐。哇，什么是都是亮的，连花都很漂亮，你知道？现在非常期待另外一个，等弄好以后哈，世界上全部的女人都是美女。65岁孔康老师是各大综艺节目的御用乐手，前几年饱受糖尿病所苦，最近又因为白内障动手术。其实坦白说，我这个叫做植栽，因为每天摄影棚灯光那么强，弹琴对都要用了大量使用眼睛，弹琴有时候要看歌谱啊，对，那个歌谱很早，当他离我越来越远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真的不对劲，好吧，我要去看医生，但是这一拖又几年了，所以啊。Oh my god！ 就连先前糖尿病也是拖到体重急掉才看医生。现在状况也都 OK， 控制还不错。哦，就是坦白说，那前几年真的非常不 OK， 因为从体重一直掉，对，我的皮带越缩越紧，越缩越紧，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。对，然后站上体重机的时候，怎么会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？我因为最重的时候是85公斤哦，掉了剩下50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想真的不行了，我要真的要去看医生了。刚好遇到疫情，疫情期间工作也比较少，在那个时间啊，赶快对调理过来。医生说忌口、运动两件事情就好了，与他共存。所以呢，你看我这几年呢，脸书上长了波，我去打球，一年100多场，平均3天都一场。谢谢医生，给各位朋友良心的建议，这个真的非常好。哦，上礼拜才刚去检查一下我的血液啊、尿液啊，快接近正常。正常。那你还有其他哪些部位是健康检查同志需要注意的？坦白招认，肾坏掉了。肾虚了？没有啦，就是这个肾的指数要有红字，要稍微加强一下。所以我现在是，不接工作 ，no way， 健康重要，健康重要，在这行业已经做了30-40年了，没有休息过。现在呢，到我这个年龄，真的是大彻大悟。节目尽量不要哈，就交给儿子做，儿子接班了嘛。我的唯一的兴趣就是打球，带孙子去上学啊，这样子对我来说啊，人生是现在是最快乐的时候。